这几个细节会暴露你办公效率低下。新来的，你把文档里的空白都删掉一下。好，上完了。批量删除空格，只要按住 Ctrl 加 H， 打开查找替换，把光标放在查找内容里，更多特殊格式，选择空白区域，点击全部替换，确定空格就没有了。你再把文档里红色的字变成蓝色。这个我太擅长了。干完了。批量修改字体颜色，还是按 Ctrl 加 H， 打开查找替换，光标放在查找内容这儿，点击更多，找到格式字体，把字体颜色改成红色，再替换为这儿，以同样的方式把字体颜色改成蓝色，全部替换即可。那你再打开第222页看一下数据。哦，找到了。快速查看指定页面，只要按 Ctrl 加 J， 输入指定页码，一秒跳转到指定页码就可以了。